好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，今天与好朋友分享怎么开心怎么活。这世上无论你怎么活，都有人说长道短，无论你怎么做，都有人指手画脚，无论你做得多好，总有人说你不好，不管你有多对，总有人说你不对。做人难，难称千人心，难调众人口。所以怎么开心怎么活，取悦别人不如好好善待自己。与好朋友共勉，拜拜。